English class. 录英文。为什么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我想要这样。继续来到今天的录英文。大家好，我是露比老师。没错，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九冠鸟家族成员们。其中有一位那个主管人，他生病很了不起，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唱歌。但我跟你讲，他今天一定会非常后悔，因为我们今天的歌啊，超好发挥的，讨人厌跟了不起。我跟你讲，你们今天会很爱我，因为真的，今天我们要教的东西啊，是一首大家很熟悉的歌，但是我们偏偏要发挥的是他后面最难发挥的地方，好不好？所以呢，敬请期待 ，OK。但是我们要来先教大家一下，因为这首歌的那个主旋律的部分是很熟悉，但大家还是要应该要发音标准，然后要学一下到底怎么念正确的念法。所以呢，这首歌它的意思就在讲说，你要修复我破碎的心，就是我的心，对，我的心呢被你弄破了，所以你要把它修复好的意思。那这句话的英文是什么呢？就是 unbreak my heart， 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为什么只听到制作人跟那个主 key， 其他人呢？来，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终于有合音了，哈利路亚。Unbreak my heart， 那个 un 呢，就是 你知道，就是，哎，这要怎么解释啊？UN 嘛，就是你有什么的相反，绝不，反正就是它的相反就对了。假设你 break my heart， 那你要 unbreak， 就是把它那个颠覆过来就对了。我不想再解释了，就这样。好，所以呢，那个刚，你看我现在变得很亲切的叫他，就是这样。刚，来嘛，刚。来 unbreak my heart， 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 你知道为什么他这句可以讲得那么的清楚吗？因为那个 unbreak my heart， 他很喜欢 un， very good。Unbreak my heart 就是干嘛？我当然知道那叫别伤我的心啊。哎，那个。了不起还用那个什么白板还写给我说那个叫别伤我的心啊，我不知道哟。但我跟你讲，我就是要直翻。其实那个别伤我的心的意思就是跟你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那个把我的心打碎嘛。那你已经被打碎了，你就要把它那个修复好嘛，因为它有个 un 在前面呢，你懂吗？如果是别伤我的心，应该是 don't break my heart，那才叫不要伤我的心。但是他说 unbreak my heart 的意思就是你已经伤了我的心，但把我伤害的心就是重新修补过来意思。 OK， 好，所以呢他就在讲说你可不可以那个修补我被你打碎的心，然后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说你爱我，然后你可不可以把这个你已经制造过的伤害就把它再好像说你知道弥补过去，就把它重新假装都没发生过这样子。这整句要怎么说呢？就是 unbreak my heart, say you'll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and walked out of my life。 对，那他后面的那一句就是说你不是走出门了吗，然后你就走出了我的人生，所以你可不可以把你这样子做的这个动作所制造出来的疼痛就把它再重新就假装没发生过，好不好？所以那整句我们再来一次哦，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 好了，我再重来。Unbreak my heart， say you'll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and walked out of my life， 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 say you'll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And what my life? 主 key， 你有问题？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and walk out of my life。 你知道他的那个重音啊，就非常的了不起耶，请你自己跳出来自己讲。来，预备起，从头啊。Unbreak my heart, say you。啊，等一下 ，Unbreak my heart, my heart。嗯哼 ，Say you will love me again。嗯哼 ，Undo this, this 吗 ？This 吗？是 this 吗 ？This。这个 this 好 man 哦 ，Very good。好，然后 Undo this, hurt。嗯哼 ，Your cold you cost。Very good。然后呢？When you when walk， 你知道他不确定的时候，他就会用那种你知道有点类似用猜的方式。When When 你继续念啊，你看着我干什么 ？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啊哈 ，and walk out my out， 他到底在猜什么 ？out my life， very good。好，我们来请那个了不起跟讨人厌来示范一次的气。Unbreak my heart, say you'll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ed out the door and walked out of my life. 是不是就是一个合唱团？他们真的有合音，我就跟你讲嘛，哪都不相信。就他们两个一起讲的时候，真的就是有合音啊，很奇怪耶。那个什么，那个主打跟制作人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 你在接字是不是在接字是不是 Unbreak my heart。 我们预备起。 Unbreak my heart, say you love me again.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and walk out my life。 他们也有合音耶。 Very good。来，刚该你咯。 Unbreak my heart。 嗯哼。 Say you'll love me again。 嗯哼。 Undo this hurt you caused。 哇塞 ，caused 哎。When you walk out the door 吗？主 K， 不要在旁边告诉他好不好 ？And walk the out 。我跟你讲，他发的音非常正确，他说 out， 因为他真的是这样拼啊 ，outta out。可是就 outer 你讲 outer 这是我们每次沟通的方式哦 outer my life。 你说 walked out of my life Love， 你觉得他讲的跟我讲的有任何的接近点吗？Walked out of my life。Walked out of my life。什么是 my life？ My life。Very good。Oh Jesus， okay。然后就说我可不可以回哭这些我哭过的那个眼泪，就我哭过的这些眼泪我可以把它收回来的意思啦。
然后呢，因为我真的我哭了这么多的夜晚，你可不可以就弥补我这个，就是补救我这个已经破碎的心，好不好？就这样子。那后面这句就是 Uncry these tears I cried so many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预备起 Uncry these tears 走开Many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OK, 好，很显然的，这是一个乱。那我们来先请那个讨人厌，你来示范一次呗，气。Uncry these tears, I cry so many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是不是非常的厉害 ？Very good. 好，所以呢，那个主 key 来，预备，气。Uncry these tears, uncry the unThis tears I cried so many nights break my heart 我觉得还不赖啦 OK 啦 Very good 我们来看看在主 key 念完之后我们的钢来预备预备预备拜拜拜拜 Uncry Uncry These tearsVery good. I cry so many nights.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Very good! 大家掌声鼓励！好棒哈！那其他的像那个了不起啊，主打制作人啊，哈，对不对？来一百七。他们又要玩接字了，我预备起。Uncry these tears, I cry so many nights, unbreak my heart. 有人闭嘴哈，了不起闭 unbreak my heart 好，很好。所以我们待会回来，马上就要来唱这首歌 Unbreak my heart， 不要走开。哥哥妹妹有意思。All right， 欢迎你继续回到今天的卢英文。我是卢迪老师，今天我们要来唱这首来自 Tony Braxton 的歌，叫《Unbreak My Heart》。All right， 所以我们那个刚才不是有学了它的主旋律吗？但其实我们要唱的歌的部分根本不会讲到我们刚才学的字。所以那个大家敬请期待好不好？因为后面真的要发挥你的唱功了，好不好？毕竟我们都要出专辑了 ，OK？ 所以老师现在先来示范一次 Tony Braxton《Unbreak My Heart》这首歌后面最高潮的地方，就是今天我们要来逼九冠鸟家族来唱的。大家好认真哦。打 OK 吗？你知道我刚才疑似有瞥到那个我们的了不起笑容有点僵硬，是不是？好，我觉得比较有把握的是我们的制作人来呗，气，准备了，预备，气。来 Unbreak my heart Oh baby Come back and say you love me Unbreak my heart Sweet darling Without you 来嘛快点、oh, 还有啊他说骗过刚才听到就是 Unbreak My Heart 的便秘版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便秘，在唱这首歌就会有这种感觉，好不好 ？Very good。好，那那个准备好了没啊？主打这首歌你应该熟吧？来吧，摇头也没有用的，好不好 ？OK 嘛，是不是？来，我们来请主打。今天我们大家都有那个自我发挥的时间，预备起。继续啊，继续。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一个和音版，但是完全没有在节奏上。感谢我们的主打，因为他就是在，他唱的方式就是抓那个尾字，而且还会自创字吗？就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唱什么，Darling 变成八零是什么，好不好？那个今天有很紧张吗？来嘛，主 key 跟那个刚娜，来，准备好了没？哎，前面已经有两个人帮你们示范嘞，还有包括我哎，我很希望我们大家可以就是真的把那个后面那个他拉长音的时候可以把它拉出来，好不好？预备。喉咙到底清好了没啊，主题你到底要清多久啊？好，预备起，准备咯，来。 Unbreak my heart、哎、呦 Oh baby Come break my heart Say you love me Unbreak my heart The way darling With you I just他好自由发挥 freestyle， 继续继续。你们是在叫春是吧？Very good。哎，我个人觉得这次主 key 唱得非常的好，因为他都有在节奏上，而且音都到，只是后面疑似在叫春，但是 OK 的，是不是？好，我们现在来请的了不起，哎，不对，了不起来，我没有让你们一起，给你们好好发挥嘛，是不是？好，了不起先，他刚才笑容很僵硬，看他今天到底能发挥得多好。哎，我要听到后面那个哦，长音哦，拜托，好不好？他竟然给我皱眉头。Unbreak my heart, oh baby, come back and say you love me. Unbreak my heart, sweet darling,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go on. Can't go on.而且他还给我用气音 Unbreak my heart Oh baby 好赞哦，来讨人厌，最后就是你啦，好不好？你不能输给了不起啦，好不好？拜托人家那个长音你要拉哦，吼，好，预备起。Unbreak my heart, oh baby, come back and say you love me. 好 man 哦。Unbreak my heart, sweet darling, without you I just can't go o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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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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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no 啊 Very good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就是给大家唱这首歌有吗我个人觉得讨人厌呢也有他自己很 man 的唱法好不好也很有 grooving Unbring my home 然后就很赞然后大家今天都唱得非常好再次给你们掌声鼓励耶、yeah! 赶快学一下今天教大家的母英文的歌曲就是 Unbreak My Heart 来自 Tony Braxton Ruby's English Class